我去年有见过一次。真的？他生日，我去了。生日趴呢？对，他是生日。哦，他状况狂欢吗？很好，我很开心。看到楚华姐妹。楚华。我去年有见过一次。真的？他生日，我去了。生日趴呢？对，他是生日。至于什么内容，我就不能说了。只能点点点点。对他状况，他状况狂欢吗？很好，我很开心。因为很多人也在敲啊。他出来，很多人在敲啊，他出啊。越敲他越不会出来，真的，如果是开始不要敲他就出来啦。哦，这是一个诀窍。陈老师上次都待在北京，目前是都在台北了。那之前都是在北京。那在台北我也不知道要干嘛。那在北京是有很多的学生，我的学生不只有音乐而已，他各行各业都有。但我一直觉得这些有艺术天分我也很喜欢的人，如果我有能力我就可以帮助他一下，所以我在那边蛮忙的。